欢迎回到这个第46周Go for Guild Wars 2欧服的赛事现场。那接下来会为大家带来是这个决赛的部分了。那有红队 Orange Logo 对上蓝队 Rank 55 Dragons。今天大家这个各位诸位选手的进场速度都有点慢，就是等待时间蛮多，那这边跟观众说声不好意思哦。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蓝队这边的 build 好了。那 Misha 用的是剑火把大剑啊，能量法印、慷慨法印、空气法印、火焰法印、吸血符文、绝悦者项链，特性部分是125牌。业务牌，那业务牌算是比较少见的，他之前的比赛当中比较常用的是123牌点满的，有时候是用 PU 削的，有时候是用 CI 削的，那他今天是用了业务牌。那盗贼这边笔枪短弓、空气法印、慷慨法印、能量法印、空气法印，哇，他在这个笔枪这组武器上弄了慷慨法印，这也是比较少见，因为他通常如果要用慷慨反应的话会用在短弓 那上面，然后这个笔枪那一组还是用比如说像空气加火焰或者是空气加鲜血这种纯爆发的那种组合。那吸血符文跟绝悦者项链特性部分是135牌点满，那元素双匕首、能量法印跟吸取法印，霍布雷克符文、天界项链，特性部分是火水奥工程、步枪、空气法印、鲜血法印、半人马符文跟绝悦者项链，那特性部分是145牌点满，点出一个 HGH。 那最后一个他们蓝队还没有进来的是那个战士哦，那战士是战吼的剑号角长弓，然后345牌点满了战号战士。那另外红队 Orange Logo 这边贼幻元素以及一个燃烧守护，最后一个还没有进来我们看一下盗贼，盗贼应该也是笔枪短弓空气法印、火焰法印、火焰法印、能量法印、吸血符文、绝悦者相连，135牌点满燃烧守护，权杖、火把、剑以及聚能器。那法印部分是厄运法印、地能法印、能量法印、厄运法印、巴萨泽符文跟腐朽项链。那特性部分是235牌点满。幻术。大剑、剑火把、空气法印、火焰法印、能量法印、厄运法印，他在这个剑火把这组打了一个厄运法印，然后那个狼群符文跟绝悦者项链，特性部分是他还是用这个123牌，然后一个 PU Shatter。 那因为冰球他之前都一直用着那个狼群符文嘛，所以这个被动这个隐身的 bug， 现在那个隐身 bug 已经修复了，就原本有一个 bug 就是你如果点了 PU 的话，这个东西会在你血量 25% 的时候才发动，然后以前的话就是大家都会搭配那个吸血符文，就是变成说你吸血符文变迷雾的时候也一定会发动隐身，因为一个是25%，一个是20%嘛，几乎是差不多时间的就会发动。然后现在是修复，就是你点了 PU 以后这个还是50%发动，可是因为冰球它一直以来都是带狼群符文，所以我觉得它也没有受到那个 bug 修复与否的影响。然后灯许双匕首元素，然后吸取法印跟能量法印，霍布雷克符文、天界项链，特性部分是火水奥。
好，那今天这个 Orange Logo 这边是 Rom 啊，而 Rom 应该是会使用一个战吼战士，因为Tage 已经用了燃烧守护了。其实现在的一个主流的Meta 的职业组成哦，主流的职业组成是大部分都会用两个具有辅助能力，然后并且可以踩点的那个职业。那有些队伍是用双元素，比如说像 Abjured 或者是之前的 TCG， 他们也是用双元素。然后有些队伍就是用元素加战士，像 Orange Logo 现在的 Orange Logo 跟这个Rank 55 Dragons， 他们就是元素加战士。那之前的话，如果 Tage 玩 Bunker 守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 Rom 会玩那种大剑大锤那种输出的，因为一般来讲还是会用两个有辅助能力，然后可以踩点，然后搭配上其他三个就是有爆发伤害的，这是现在比较主流的职业组成的配置，大部分都会这样子选。然后 Rom 这边确实哦，他是用战吼，但是看一下特性，特性是35排没错，不过他没有带那个大旗，他带还是带 Rampage， 这个比较少见，因为你带了定居者项链的话，其实你 Rampage 开起来那个伤害其实还不太理想，但是也不是不行。如果他麦特有叠起来的话，那莱皮恩这边一样也是一个战吼战士，35排叠嘛，不过他带的就是大旗哦。而他这个 Berserk Stance 是上一场对上上那个 Hellsis 才特地换的，那这场不知道会不会改回来。那像我刚才说到这个主流的职业组成来讲的话，像比较有辅助能力的就是像战吼战士，因为他战吼可以给队友很多的帮助，然后再来就是元素不管是就是切水啊，或者是一些火的那个 combo field 都蛮有帮助的。那还有这个辅助的守护嘛，但是因为辅助的守护它有个问题，就是说它的单点作战能力太差了，所以现在辅助守护还是比较没有地位啊。那连像 Tage 他在 WTS 的时候其实是有用辅助守护，但是他后来WTS 他们是只有区区亚军嘛，那回来以后他又换回了这个燃烧守护哦。好，我们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那看一下双方开场的战术布局。元素一个人，他是没有隐身的，直接用一个火焰大剑冲过去，强行冲过去。然后 Orange Logo 这边还是用他们习惯的二三开，但是不开加这种打开局战术。来片先绕了一下，因为双方对于彼此都很理解了，所以来片这边。会有意识到，就是对方可能会过来用一个隐身过来抓他。那 Misha 是直接传给了 Lightning 一个传送门，让他回到中间。哦 ，Lightning 这场那个补血也带了战吼，他补血也带了战吼，他之前就有这样试过。哎，他用大锤吗？然后看一下，他用大锤剑号角，而不是长弓哦。那强化了他那个群体控制的部分。然后他多一个战吼的话，就是面对这个燃烧守护的这个 burning 压力哦，因为他们有一个燃烧守护，然后他有一个 burning burst， 压力会比较小一点，因为他那个战吼还可以再帮队友挤啊。Just like that, blue team takes a capture point. Red team wins a capture point.
然后蓝队是拿下了他们自家的加点，然后并且轮转到一个边点哦，圆点来，然后圆点这边哦 ，Tage 是直接瞬移上进去，一个箭射进去的。Main Call 这边遭到集火，我大嘴在后面。先抓的是对面的盗贼哦，哇，那盗贼非常危险，不过还是利用隐身存活了下来。那这一波的话，蓝队这样子的话，可能要撤退哦。他们原点这一波是一个五打二啊 ，Minka 还在顶上支撑，不过他们盗贼是已经被击杀 ，Minka 走不走得掉？他后面并没有人在追他哦，所以他应该是。不过他这样子冲回去的话，其实会有点危险。队友在旁边附近，然后目前开局看起来还是这个蓝队这边占了一点优势哦。Tage直接瞬移上去，加一个补血 ，Minka 继续在追击 Tage。然后红队终点这一波只是佯攻哦，他们并没有真的要想要打终点的意思，他们是贼幻已经是轮转到了边点，然后并且把边点给开白了。幻术做了一个隐身 ，Tage 也过来，哇，那这一波，蓝队这边要小心哦，攻城的位置是比较危险的。有没有要集火攻城哦？攻城隐身， like、that, 然后又把加点给踩了回来，双方都是在做用一个隐身做一个心理上的博弈哦。只是现在激战二隐身真的太强了，没有一个克制的方法，就是你隐身我也隐身，就是唯一的克制方法就是我也隐身这样子。我觉得 Lipin 有时候他对他自己的 build 对战士的 build 还是蛮有想法的，他常常会用一些跟别人不太相同的一些 build 的微调。那冰球刚才是被用换成了大旗是不是？对，Rune换的大学，我们刚才在介绍的时候有看到Rune他是带Rampage，然后我提到说他因为他带那个 Setter 的项链，带Rampage其实没有什么作用，因为他开出Rampage的时候其实伤害还是不高，没有办法真的发挥那种Rampage那种一刀一拳拳拳到肉那种威力，所以他还是换成大旗。不过这一波哇，直接是一个三点啊，冰球的这应该是冰球的摊位吧？对 ，Misha 好像是带。米小是带变机，那这边 Denshi 被变机了，剩下200多的血量，进入一个倒地状态，所以边点是由这个蓝队给防守住了。那终点的话 ，Minka 还在支撑啊 ，Lipin 回到点上，所以终点的话应该也是没有问题哦，因为他们在击杀 Denshi 之后，贼幻又轮转到了终点来，那反而只有这个。蓝队的这个加点会被幻术给开白，但是不一定踩得下来哦。你可以看到幻术 Misha 跟 Zenzen 正在往那边移动哦。Misha 应该是又回到终点上，剩下 Zenzen 上点阻止对方开白，不过哇，只能阻止一下而已，这边还是被那个冰球给踩了下来，然后 Denshi 补到这个点上，所以这个 Zenzen 可能要稍微拉腿了。回到终点，那终点的话是 Tage 已经遭到了击杀，而且是队友离他很远哦，队友在另外一侧的这个阶梯那边。Syndrome 一波进场，来片血量非常的低，还想要救吗？大锤，哇，没能救起来，这个大锤还是有一点吓阻力的哦。刚才那个 Syndrome 是直接用一个这个后方补血。脱离了这个大锤 F1 的范围，那 Tage 这边是被亮是亮了蛮久的。Denshi 冲向了这个自家的加点了，把这个点位给开白了。目前分差已经有将近200分的分差了。Misha 隐身进来 ，Denshi 会不会有危险？哇，这个大剑二被翻滚掉了，所以没有造成太多的伤害。不过 Denshi 在这边，哦，这个剑山绑到。还是得撤，在等 Tage 过来 ，Tage 直接一波进场目标是对面的元素，我元素状态还是蛮好的，他们应该会转目标去打那个 Misha， 因为 Misha 是比较容易击杀目标。哇，盗贼再度进场之后，直接 Misha 进入一个倒地状态，而且这个没有办法救，地上还有那个 Tage 放的那个火圈。
那 main call 应该，哦，他们那个盗贼跟守护 Tage 是先往的终点移动，所以 main call 又在这边支撑了一下，可以继续拖延对方把点位踩下来的时间。不过盗贼这边赶回来一个进场，哦 ，main call 刚好开了电盾啦，所以 Syndra 的这个进场其实没有造成太多的伤害，反而自己是被那个土势加火山的一个连招打出了补血。这边利用一些地形，不过，哇，他想要跳上面没有跳上去，这边切水想要走。那边点情况下是 Rom 在这边遭到贼换了击杀，然后冰球也死在这里。哇 ，Tage 想要救，哦，变机也是可以继续救的，还是成功了吧，把他的队友给救起来。不过现在的分数已经有220分左右了，终点可以开白吗？来不及 ，Lightning 还是直接回到点上。补血。先往后拉退。然后冰球是开出了 Time Warp 在救 Tage， 不过边点又被开摆了。哇，我觉得这场 Rank 55 Dragons 压制力非常强啊，打得挺好的。ONG Logo 是一路被压着打。Tage 又再度进入了一个倒地状态。那边点上，哇 ，Danish 这边也是遭到击杀，而且这个 ZNZN 是开出了那个Rampage 啊，用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到时候两个人集火 ，Main Call 也要进场，一个 1v3 开出了这个盾牌格挡，正在逃命。那 OK GG 了，这个 Orange Logo 已经喊出了 GG。哇，这场很压制啊，没有想到这么压制。虽然说Rank 55 Dragons 之前也曾经打出过这么，就是他们对手也是 Orange Logo， 然后也是一路虐啊，你知道吗？把 Orange Logo 当小孩打一样。好，这边由这个 Rank 55 Dragons 先取得了一胜。对，今天小空不在。欧服不太流行死人啊，目前看起来只有那个 Posse， 不过 Posse 他们队伍在前面就已经输了。然后美服的话比较多死，像那个 Sunfish 跟最有名的就是 Nuzcoke 嘛，因为 Abjure 是两次 WTS 世界冠军。那他第一次的时候 Nuzcoke 是没打，是那时候他还未满18岁，所以是那个 Ocean Rich X 打的。那后来最近的这一次就是在欧洲德国科隆的这一次，就是 Abjure 是冠军，然后是由他们取胜。对，当然我觉得死灵是现在的那个天界文章死灵，他的针对性很强，他单挑很强，就这个 build 单挑很强，但是死灵他有一些缺点，就是他的机动性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你需要靠整个队伍去 cover 死灵的机动性，就是去弥补他轮转上的缺陷。那其实我觉得在 WTS 克隆战的时候做得非常的好。其实之前 Abjure 跟那个 TCG 就是 Hellsense 他们的 TCG 团练的时候是输比较多，据说他们在 WTS 前，就是 WTS 克隆在开
开赛前的团练是什么？大概零胜八败之类的吧，就输很多。但是 TCG 教了他们很多轮转的方法。那时候，Aperture 跟 TCG 还有这个 Orange Logo 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剪刀石头布，就一物克一物啊。Orange Logo 可以赢 TCG 可以赢 Aperture 可以赢 Orange Logo。但是在 WTS 的克隆战的时候，就是 Orange Logo 就成功击败 TCG， 他们是改变他们以往的一个轮转方式，其实他们轮转方法是 TCG 教他们，其实是 Helios 教他们的，就是以前的 Aperture 的很常把两个元素摆在一个单点，然后剩下三个 DPS 走在一起，然后他们改了一个方法，就是让元素进到一个跟 DPS 进到一个团战当中，然后让 Nuzcoke 变成一个单点。当 Nuzcoke 变成一个单点的时候，一旦轮转不过来的时候， Nuzcoke 就是直接开瘟疫，然后再点上死撑，用瘟疫跟 DS 撑，就是拖延时间，拖到其他人去轮转到其他点位。他们后来改了，就是改成这样打。然后确实 Nuzcoke 那个热死那个瘟疫跟那个 DS 是可以耗对方很多时间，他不会那么快速的被击杀，尤其是跟瘟疫，所以他们是有稍微调整一下那个他们的战术，所以成功的在 WTS 上击败 TCG。 那他们对上 Orange Logo 的时候，本来就有个职业克制成分在，因为死灵是完克燃烧守护，燃烧守护其他的症状不够多，他最要命就是他可以瞬间上的那个死城燃烧，但是死灵你有死灵存在，那个死灵完完全全可以把那个燃烧转回去给你守护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死灵，就是他的机动性真的是要靠团队轮转来解决啦。你如果要带死你的队伍，你一定要去配，就是在轮转这部分做一个很好的配合。那这边第二场比赛要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二场这个开场战术布局。Orange Logo 应该这边他们这场没有要二三了嘛 ？Tage 在这边犹豫了一下、哦，因为一般来讲，他们这张地图比较常看到是二三开，然后不开家。那这场Tage是直接回家，哎，看一下他们 build 有没有换啊？没有，还是燃烧守护。那终点这个就会非常危险了、哦。看一下 ，Ron 已经是被变机了，不过他用了一个变机的二号技能跳到旁边，但是这边感觉起来还是活不了。可以开出了盾，成功存活下来。这个变机，哇，这个变机并没有击杀 Ron 啊。不过他身上有四层的燃烧、哦，用那个长弓的 F1 解掉了，继续用，哇，这个血量真的是很恐怖啊！锁血了，这个残血活了超久，还没死。那这样开局的话，变成说一个平局开哦 ，Ron 其实没有被哦，还是遭到了击杀，而且队友离他很远。不过其实他也支撑足够多的时间哦，现在贼换传送回来，继续把终点维持一个开白状态，然后边点是要拿下来了。不过他们是追击的 Tage 这边进入一个倒地状态，哇，而且这个倒地压制非常的凶，救不救得起来 ？Misha 自己血量非常低哦，哇 ，Misha 刚才其实短暂的进入一个倒地状态，结果 Tage 被击杀之后马上跳了起来。这样子的话，那个 rank 55这边还是有点优势。哎，冰球他是不是换 build 啊？哦，没有，他那个是闪现，那是闪现给的那个反射。那蓝队成功的拿下了原点跟终点。
然后边点再做一个大规模的 3v3 的团战。灯旭已经进入一个倒地状态，对不起，是 3v2 啊，不是 3v3。 那终点的话，Misha 是被盗贼以及燃烧守护集火，哇，这个对于 Misha 来讲很痛苦啊。这边还是进入一个倒地状态，而且刚刚边点的 Zenzen 是打输的那个幻术，原点上 Zenzen 是打输的幻术，所以原点被红队拿回去，然后 Misha 又在中间死掉，反而是这样一波交换来讲，变成原本是蓝队的点全部变成红队的。那蓝队是把自己加点那波会战打下来了，哇，真的在这个位置蛮危险的哦。自己是放了一个隐身哦，不然有可能会被抓在那里。然后变出了 Rampage 一波进场，然后马上被骗机，哇，真的这边要死，八成的燃烧，队友是帮他解掉的燃烧，不过自己的状态还是非常差。隐身在救，很快救了起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们要想办法打边点啊。终点应该是暂时就是比较，在这张地图的特性就是这样子，你终点被人家拿下来之后，除非你犯了一个很明显的轮转失误，否则其实蛮难打下来的。所以盗贼已经游走到了边点，把边点开摆，但是与此同时，这个他们自家的那个边点也是被红队开摆，现在正在站回来。那灯旭是先行的来到这个点上，不知道灯旭可不可以支撑到 Room 到了， Room 已经到了， Page 也进场。不过灯旭血量还是很低，这边遭到了击杀，迷雾到点上，米小血量也不好、哦。这个一个隐身在救，被一个大剑舞推出去，这救不起来了。好，那这个点位，红队可能要选择撤退，还在往后撤。不过盗贼被 Syndrome 反抓一波，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哇 ，Syndrome 一个人到这个点位上，因为他还有隐身哦。又隐身走掉，然后终点是被开牌了，哇，这样对于红队来讲非常非常伤啊。他们这一波轮转去原点的情况下，我觉得关键在于那个大剑舞，但许那个时候其实死掉是已经没有办法，那可是那个大剑舞把新军人推出去之后，让但许是救不起来，所以导致那个点位就只能撤，然后撤的同时还掉了终点。Room 在救 ，Page 在救 Room。哇，人类身上十层的燃烧直接烧死。我队友还是很快的把他救了起来。Page 要死。这个范围变机，这个救不起来了。哇，这个范围变机非常关键，结果还是救了起来。一个大旗，用你的大旗进攻了。Tage 还是在压制任任啊，因为燃烧守护很克制工程啊，很克制这种工程。其实如果任任，他换一个 build， 就是他带药剂 B 的话，他会对于燃烧守护的这个那个适应性会更好一些，多一个这个药剂，然后搭配特性可以解症状。这边 Misha 想要插旗哦，插不了，刚刚也是被那个冰球给推走，然后盗贼过来支援他，想要反抓一波冰球，这边还在救吗？没有要救，哇，冰球也打在上面，这一波。这波蓝队大优啊，灯旭过来救冰球，冰球是成功救起来，哇，那就还好，因为这个 Misha 血量也有可能被反杀，所以还行吧。对于 Orange Logo 来说，不过Zenzen 是开摆了自己的加点哦。那目前 Misha 是血量比较惨的状态，不过他是在一个隐身，
Tage 的这个瞬已经用过了，想要强行上点也来不及。米小这边血量还是非常的危险啊，不过他补血 CD 快好了，反抓，反抓冰球一波 F3。哇，被新旧人进场收头了。结果他这个啊，没事没事，好像还行。他的这个倒地二技能出了这个那个 Shuri Refuge 啊，出了那个暗影庇护之外，然后转移到这点，传送谁回去 ？Main Call 在这边倒地了，并没有进传送门。目前蓝队还是有一个微幅的领先哦，然后赖片，赖片怎么了？赖片断线了，赖片断线了，他在这边撞墙壁啊，然后用说他也站离啊，他也挂网啊，让你们四 v 四啊，不过。等许趁机去把那个撞墙壁的拉片那个点位给开摆了。那现在是场面上是一个4v4的战斗。那刚刚其实场面还是蓝队有优势哦，不过现在是红队占据了两个点。这个态势继续持续下去的话，不出一回这个分数就要逆转了。哦，变机了那个 Tage。我这波伤害 Tage 有没有办法撑到变机结束？没有办法。一个隐身，再救得起来。真正这边还是血量不太 OK， 一个爆发，到底差点直接被炸死。我不过真正这个血量范围变机没有变到，哦，有变到一只。队友在救，很快把他救起来。这边可能要先。拉退啊，哦，Misha 是冲回了家里哦，想办法要拖战吗？没有，回头想要打一波，但是对方直接传送门传走，目标是 Tage。好，Lipian 断线回来了。大旗，这个大旗插没有插起来，哇，这就有点伤了。Tage 还是在遭受集火当中，哇，这个伤害，队友想要救吗？没来得及救起来。哦，这个点位上面看起来，似乎 Misha 这边是不是？传送门，对，传送门用掉，这传送门是摆在副旁边的啊，这两个应该都他的，只是为了自己摆脱对手追击哦。那现在红队分数已经反超，然后Misha，哦，这个范围变机 ，Dash 有可能倒 ，Dash 倒地 ，Dash 迷雾到旁边 ，Run 在救 ，Run 的大旗有没有办法断？没有断到，不过这个点是给开摆了。然后 Syndrome 是死在了点上，米小在用生命倒地输出，自己的血量也是非常非常低哦。不过成功的是把 Syndrome 给击杀了。点位上，终点的情况是一个蓝草守护在跟元素打，然后冰球这边进场，哇 ，main call 这边有点危险哦，这边会是一个1v3，走不走得掉？利用地形，走不掉。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哦，边点的情况也是 Dash 跟 Ron 都倒地了，所以这样子的话还行，那就看冰球有没有传送门哦。冰球现在是没有传送门的。然后 Misha 传送门应该是 CD 好了，没错 ，CD 好了。所以这一波 Misha 可以强行打一波终点之后，
把一个传送门去破门，双方这个分数都可以 rush 领主啊。特巨的血量，好，传送门都摆了。这边是冰球先发动哦，这个传送门攻势，但是他们人员有减员，其实这一波可能会被守下来、啊。冰球一个佯攻，这是一个佯攻。不过 Misha 也有一个传送门摆在中间附近，所以 Misha 也传回来。冰球算是用这个传送门去逼迫对方回手，然后把人拉走以后，他又自己传送回来。不过这样子的话，哇，蓝队分数又反超了。这样子的话也是消耗了一个 Misha 的传送门，变 Misha 这个传送门 只能用作防守，而不是用去 rush 对面的领主，所以一来一往其实 还算 OK。 哇， Misha 冰球这边还是想要强行打，登许也过去了， Ron 也过去了，红队还是决定 rush 啊，三个人进去了，忍正在防守，他等一下这个范围变机可以弄到几个人就很关键了。现在点位上面只有一个 Dash， 然后他用一个大剑把他 拉退，然后 Ron 也过来了。嗯，红队这一波算是一个佯攻啊，他们过来之后又撤掉了，然后反而是拿到了两个点。他们利用 一直利用对方想要这个防守领主的一个这个心理上、啊、这是一个心理博弈啊。然后现在反而是拿下了自己的加点跟终点，所以如果这个哇，但是这个分差很难讲，只剩下20秒，这个传送门去哪的冰球。这个分差很关键啊，如果这个点位被冰球开白，哦，盗贼及时上了点，剩下5秒，需要人头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没有人头分。哇，这个要恭喜 Rank 55 Dragons 取得了这个2-0哦，拿下了第46周 Go for Girls 2欧服周赛的冠军。最后面其实都是一个，就是双方比拼智商啊。也可以说 Misha 应对 也是相当不错。然后虽然说最终这个 Orange Logo 是成功的拿下两个点哦，利用两次的佯攻，但是这个前面的落后的分数，加上最后那个时间快到了，让他们分数没有办法顺利在这个时间结束前逆转，所以很可惜啊、哦，是以又输了一场，然后以0-2输掉这次的这个周赛。好，那今天就是转播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然后非常谢谢大家收看。Rank 55，对，他们算是以前的55滴血，但是人员不完全一样，那主体还是那个 Misha 嘛，那他也是，他应该是满16要17了吧，还是要满17要18，总之他下一届就是 S2 第二季的那个 WTS 他应该是可以打的。好，那就谢谢大家收看，拜拜咯。